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Days。好，哎，终于三大超级赛亚人的复刻即将要到来啦！这一次七夕后半活动的升龙季当中啊，哎，他就会在那个卡其上面复刻，不管大奖是谁啦，有这一张再去抽，应该也算是有一点的价值啦。虽然说在九周年之后，他的强度其实就已经掉得蛮严重，但是搭配 Wiz 的话，他依旧是蛮硬朗的啦，嗯，还算是不错。而且九周年第一弹的两张布罗利跟枸杞大都是他很不错的队员啦，哎，可惜第二弹的 Vistal Gohan 实在是太猛了，直接把他盖下去。然后来到现在的环境，其实就他来带队还是蛮不错的啦，只不过就因为超赛队后续的补充好像比较少一点，但讲少一少啦，也是足够的强悍啦。嗯，超级赛亚人三回合内大幅提升攻防，三回合内大幅提升攻击，这个样子。然后本身的被动登场时超赛或剧场版 hero 有两体以上啊，队伍内就有五回合的效果拔群跟减伤 30%， 然后气力加3，攻防 180， 攻击时攻防130提升，取得一个紫薯族，气力再加3，攻击参加中有超赛啊或者剧场版 hero 的角色存在啦，他就可以转族，然后取得三个族就可以连击，然后高确率必杀，就跟体蓝双人很像啦，他自己跟体蓝双人同样都是可以转组，只不过就是在火力上面以及第五完整度上面其实两边都不错啦。然后这一张还多了一个主动技，而且是好看的主动技very nice。 那么这一次的话是用国际版这一边啦，女子版我没有抽到嘛，我也是等着他的复刻很久了，之前有跟大家讲到也是在犹豫着要不要换他，可是如果真的是抽不到的话，大概还是 换一张下来啦，毕竟动画真的是很好看。那么这边的话我就是少了一张布罗利，不过队伍的强悍度啦还是不错的，九周年枸杞大逆双人，这个我们的未来饭，这个 Kefu 啦，他极限之后啦在这边也是很轻松的，可以直接吃到 200%， 站在2号或3号位来使用也是 alright 的啦。 OK 啦，这边是国际版这边比较长的关卡，大概超异星龙会比较简单一些啦，所以就应该说可能比较耐打一些些。哦呀，这个顺位真的是不怎么美妙yeah， 很讨厌这种东西，开场顺位不佳就很麻烦啊。来了，自信的王子，哇，在当初有一阵子超赛就是最顶尖战斗力的时候，可以变超赛确实是足以自信啦，不过后面敌人就越来越夸张了。不过超赛啦齁，延续了两个篇章还蛮不错的啦，虽然说在赛鲁篇马上就掉回去了。哦呀，这个样子，OK， 暖头，八颗珠宝的，那一张 ，OK， 那么这边就，蛮多啊，其实跟这个未来饭也是还蛮 match up 的，对，六条连接，不过彩星大佬最后没有把它练满啊，我干了，我算了，对，570万。啊，对了，我原本想要把这个三大给移位去后面的，结果忘记掉了，不算了。另一边就枸杞大，再加上力双轮吧，比较有一点硬度。好了，不过这边三大开招的话了，可能对方会死得很快。哦，会比 nice， 1300万，哇，1300万在去年来讲的话了哈。或者说就九周年之前看这还行，然后九周年之后啦，那个火力一直咚咚咚的往上，尤其就是在六周年的时候，六周年两张极限过后，全部轻松破2000万的火力，然后 Kefla 第三形态也很容易就上到2000万的火力的时候，就有点想说千万的价值好像没有这么高去了，实际来讲它的价值是很高才对的就被崩坏了我们的那个
那个看法，实在是啊，战斗力崩坏。然后体蓝爽人在九周年期间极限这个结晶上来，也是跟这个三大超级赛亚人差不多一样同等级的输出力度，然后也是同样的转租，很多都很像。嗨，巴巴拉邦 ，OK， 啊，这边就有这个样子啦，最简单。狗鸡大，嗨，不过大特应该是没机会开到早了，不过就行啦，也不是那么重要。不过我还是蛮希望有一招大的过来，然后让血量降到77%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合体了。不过这个队伍来说，超赛好像一号位不是太足够。哦呀，竟然回避掉了，哦也好，我们的狗鸡大可以出手。嗨，这个转转手，大家都超爱的转转手，下。那这边来讲的话，两张三大会蛮麻烦的。哦，已经可以直接开主动机了。这个样子来讲的话，算了，这边就先回魂。我想要留住我自己的，我想要留住我自己的。那么这个样子，可以。虽然说彩星大佬是比较香一点的，靠，讲转还是一样三颗珠啊、哦，真的是啊，为了 get 谁，那就算了，三颗珠就三颗珠，有一个连击高确率可以连到那就好。哦，10,000,000啊，然后下一轮再登场的话，我们的这个悟饭就会 fill it ten 开，那就已经可以不错使用了。我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五连必杀吧，这个关卡应该是可以做到。哦，13,000,000，好嘞好嘞好嘞，两路，哇，这个超喜欢他这个阴茎，好帅，然后大家一起冲出去，一点别其他。维吉大就只有在那边前面这样稍微打一下吧，蛇七比上应该有补招，不是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是大特罢了。OK， 没有连接也有10,000,000，上一轮叠下来的。不过他只可以叠三回合，导致啦哈，放在三号位其实是不好来运用的，这一点就有一点可惜啦。哎 ，careful 啦，对，那好，没有了。又是全体进攻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啊，超级无敌的翻。OK， 七颗珠可以达成，那么这个样式，然后这个样子就可以有回避能力啊。我应该让他吃栗鼠那边，稍微补点血嘛。哦，要修要修，阿东，好啦，拜啦，11,000，好痛，10,000，然后同伴 ，yes。打死个，还好有我们的 cap 啦，回避啦。OK， 那么后面的话就简单啦，大家都是硬邦邦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我们下一轮再用这鬼魂啦，我们就可以bypass过去，就没什么事情了。嗨，对，杀个鸡蛋。还狗鸡打嘛，不过他这个就我鸡蛋也是属于二号或三号位角色啦，很不便。前期有个全属性干斗用这把的，嘛蛮久违来打这个超异形龙的，来 fill it ten 开，啊杀，然后转出两个栗鼠珠跟紫鼠珠对转，对，这边的话。OK， 可以满连接。那么这边就妖怪侍者，我们给他开下去了。哎，这个两颗珠就够了。
剩下的本番打折。这个中文字幕还有写到，卡卡罗都是我的那个猎物。如果只听语言的话，卡卡罗都是我的。我没戏了。呀，这个演出，虽然说这一拳看上去脸很狰狞啊，但就好像也是出自以前的那一个那个叫什么的啊？他们的杂志的封面是吧？还是哪里的？我忘记掉了。好，1000万，马这边又有增加30%的那个增伤嘛，对极细角色，这个是未来范的价值。虽然说没有体现在面板上面，可是体现在最终的输出值上面，这个就已经很呆了啦。原本打1000万变到，就是原本10只伤害是1000万，现在变到可以打到1300万这样子，来啦，1572万，没有满气，好可惜，但是。有五发必杀的可能性，杀！哦吼，而且主动技开的过后必定会醒。好的好的，那个大特的游泳功真的是，我每次看我都觉得很恐怖嘞。1163万，一个子，碎啦！等。再来，哎呀，差了一下啊！最后一下竟然没连出来，手，要不然的话就是完美五连击了。哦，惜，然后最后就被我们的大特给收掉了，被大特收割。哇，这个就我们的三大超级赛亚人久违的拿出来使用了，算是多了一个主动技上面的运用。但是他的那个火力要每一轮保持到高的话。一号或二号位给他站住是很重要的，可惜现在的最难关来讲的话，站到这么前面有一点小危险，可是火力输出边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。在场馆上面来讲的话，短关的话可能就会很吃力，因为一开始就直接太大压力了，配合道具的话还是可以用啦，配合道具的话啦，嘛就是这个样子啦，等可能国际版这一边的高难度关卡再多开出来的时候再拿来尝试，因为日版即使是到时候出来了，我最多也是换一张，也没办法体验到像国际版这边两路的快感。日版没有的，国际版通通都有啊。好啦，这个就我们期待一下气息后半活动升龙机上面它的复刻啦，就冲着他的动画演出啦，都是会想要有一张，毕竟爆裂单机游戏嘛，收集。好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